每天接送小孩都开这一台车，很好开。出去的时候就这样子跨着脚，你看我脚还有空间，出差都是他坐正，然后我就横躺在这边。你拉一下，一个力量，稍微用一点力，然后再按一下。哦，很 easy。更多精彩内容锁定晚上10点《地球黄金线》。